伙计们，都动起来！哎，是。哎，陈文义，你给我打宽。嗯，不太行。嗯，哎呦，嗯嗯，口味儿一下，右边来一下，不太好。 嗯，再换一遍。嗯，嗯，转转转，转，快一点。嗯，不用。我真的，我真。今日少夫人突然向我问起了公子的生辰，不知何意啊？ 材料以墨绿色为最佳，高雅不失华贵。嗯，这青丝竹的图案，既显出文人风骨，又显出英俊不阿的品格。款式呢，就以蓝山即可。娘子，意下如何？是。老板，就按他的尺寸来。 他说的款式尽快赶制出来。好嘞。就。父亲，接过。父亲，我来接你。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马车，合心意吗？嗯，娘子所选，为夫甚是喜欢。不过书院乃清净之地，往后不可再如此大张旗鼓了。是。娘子请。念你良心发现，心里还是有我。此前种种，不容你计较。师傅，我们出发吧。 哎，马车为何停在此处啊，文彦？这是作甚啊？夫君，对不住了。御驴打车开业大酬宾，今天我们将从办理储值卡的用户中抽取数名幸运锦鲤，获得与文夫子。 豪车同游的机会，什么英姐？怀春的少女们，仰慕文夫子的同僚们，你们离梦想就差什么？就差一张储值卡，机不可失，师傅再来，还在等什么呢？再给我来10张。10张？我们没有那么多张啊！啊，那怎么办嘛？数额有限。快快快，上！慢点，慢点，来来来，御驴打车。都有。 来来来，御驴打车！哎，等等，第一位幸运锦鲤出现了，恭喜恭喜！
来，抓紧抢购！来，给你，数量不多了，抓紧时间抢购！等等，客官您去哪儿？在等我。可是我迟到了两个时辰。一个时辰也好，十个时辰也罢，只要你说了你会来，迟一点也没关系。我会一直等你。就是可惜了，给你买的奇巧之石都凉了，扔了吧。别扔啊！冷的热的，只要是你买的，都是人间美味。外皮酥脆，入口即化，豆沙内香，香甜有嚼劲，真不愧是天下第一夫子文成义亲手所选。你呀，还有更好玩的奇巧之事等着你呢，走吧。走走走。习以为常了。父亲真的要罚我们跪一整夜吗？要不装病一下。父亲母亲都去休息了，你偷偷懒吧。好。
这么跪了一整夜啊？父亲教诲，莫敢不从。一动也没动。我看你酣梦正香，不舍得吵你。起来。我腿麻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等会儿就回去。过来。啊，上来，我背你。你背我？你上不上？不上来我改报了。行。喜成大才女拔得诗会头筹，按传统还请才女题词一首，请文夫子盖上宝印，老夫必定收藏，时时鉴赏。不是，你这老头子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来，娘子。成大才女是不会写字吗？怎么还有文夫子帮忙？人家平时在家跟夫君就是这样写诗练字的，是不是啊，夫君？嗯，娘子可真调皮。不是喜欢我家男人吗？那我就多秀点恩爱，气死。来，娘子。这首诗是专门为杜忠诚而作，您好好欣赏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谢谢成大才女，谢谢文夫子。暗梅幽闻花，卧之伤恨底。遥闻卧似水，意透达春绿。暗似绿，暗似透绿，暗似透，带绿。好诗啊！爹，